各位观众朋友，真欢喜你拨时间来收看这个节目。咱昨有伫介绍特阿伦·普斯，伊头一个特地,地中华基督教医院专门针对即个农药中毒的人，甚至演出一种治疗的方式，啊，解救真济中毒的农民，啊，这就影响真大。啊，伊拢会将这呾写做论文哦。 将伊看见诶病历啊，治疗诶方式啊，一篇一篇发表啊，结果就有真侪病医流传讲，特阿伦普斯伫中华基督教病医有帮助真侪即种农药中毒诶人，所以常常有人会拍电话写批来问。特阿伦普斯，一个是一个真健全诶基督徒，迄、那个心胸。 真开阔，敬虔的信仰会予咱开阔的心胸，所以毋是敬虔的信仰予人的心胸，而是是会开阔。伊著是抱这个信念，伊在感觉讲，一个信耶稣的人，救人的生命是比什么比较重要，而、啊、这个救人的生命，著无比方通讲。哦，你也看。 真无共款，所以有人来问，伊拢会详细跟讲，啊毋但详细来讲，伊建立一个观念就，就讲救人诶药品无专利，专利这是毋对诶。伊看法是讲，即种诶知识财物是上帝赏赐，毋通伊看做专利起来得趁钱。所以有人伊问，伊拢。 安尼真清楚，一人一人甲伊讲，毋、嗯、忙来问诶人会当好好救人。那看，这著是一个基督教信仰上宝贝诶所在。啊，过来著是伊会主动去接触，啥物接触即个救护单位、消防队啦，伊定定去，啊，伊著去遐教啥物，是是去农会，去消防队。 伊教遐个参与伫救人个人，还是讲浪会伫指导农民？即、这个农药安怎铺？啊，即、这个农药安怎用？什物种个农药会治到什物种个中毒？啊，伊迈去教消防队个人讲，恁去听到人讲要急救，啊，需要救护车，若是甲农药中毒，你得注意什物代志？啊，伊拢去讲讲即种。 中毒嘅常识甲急急救嘅技能啊，送来病院嘅听书啊，敢讲安尼，得当伫即个救护车嘅顶面伫救人嘅过程减少迄个延误嘅时间啊，伊个真心伊会走去找农药公司，伊若看见即、這个农，伊拢会去死嘅收集。 啊，去看即个农药的产品有标明成分啊无？那是要标明成分，万一若中毒，要急救无法度，所以伊得走去揣找生产、会厂商啊，伊该注意。伊会用台湾人一个观念叫做“即公德”哦，即即公德得讲，你这若有注明好清楚。 注明好清楚，万一若伫使用无注意的重重，中间中毒，安尼阮伫救人吼、哦、较紧，啊，因为救人较紧袂发生错误，安尼就等于你帮助我去救人。你因为恁有做即个表明身份，表明身份，阮伫救人加真好势，安尼。 救一个人的性命开，嘛等于你做一个好功德。哇！遮者厂商有通啊，听到，拢感觉安尼见效个。啊，这是托阿伦普斯来到台湾，学到一个真趣味的所在，叫做积功德。我讲你来做功德，哦，做功德就是你生产嘅物件在教室写出来。 因为有教士写出来，阮就知影，万一闹意外，袂安怎知？即、这个人是甲什物有关系？喏、哦，啊，咱得当看出，后来来中华基督教被吹伊学习的哪来哪者？啊，伊毋但是来台湾学华语，搁学台语。 伊诶，日本话无问题，英文搁较毋免讲，所以伊伫中华基督教堂医院三十年服务诶中间，一九八三年来到伫今仔日三十几年诶中间，伊定定伫街路啊，拄着熟悉诶人啊，民众啦看着伊真趣味，拢袂达叫虾物托普叔啦，拢会啊叫阿伦哥。 安尼就是伫表示，伊甲咱的同胞，咱的中华这的百姓同胞，迄、那个关系真密切哦。人会在叫阿伦哥，啊，伊家己嘛安尼讲，中华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伫遮大时间，比我伫澳洲诶时间搁较长，搁较久。伊讲，遮就是我诶故乡，伊得到公民证。 你著中华县民政诶时，伊嘛安尼讲，伊讲我爱台湾，佮较爱中华。不然，佮 <coughs> 他回顾伊来到台湾，一九八三年，迄阵台湾拄啊在流行甚物？流行六合啊啦，哦，即、這个跋脚诶六合啊，啊大家乐，啊，即、啊這个六合啊大家乐得兴诶时阵，有真侪人因为。 对生计个物件，生到共举，啊唔但共举，搁负债连连，啊因为是负债，惊人来讨缴销，哎，惊真侪人食农药来自杀。咱啊，做台湾，即种的物件引进入来到台湾，六合啊，甲大家乐在兴在笑的时阵，笑个。 因落尾拢用什物号码在对？著是用爱国将军。所以八加迄阵台湾省政府发的爱国将军对战后开始到伫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七，区创办者新主席就宣布，为着要阻止六合啊，大家来继续来影响咱台湾的人民，才会真。 罢教的风气就宣布爱国将军改停起来，啊，互爱国将军伫一九八七年成做一个历史的名事。咱若对遮麦当看到一人在讲罢教真正影响咱台湾的社会，啊，毋但是影响上严重嘅应该是宗教信仰。 因为当时，大家拢会想要走去揣新明，讨明白，甲新明讨无明白，搁欺负新明，独脚独手放火烧下，等水流的真多哦。啊，这已经在败坏咱台湾即个稳定的社会气力。不过阵因为赌博风气真盛放，食农药死去的非常多。 因为食农药死去真济，所以特阿伦博士伊就安尼讲，这无应该是一个社会应该有的现象，社会有即个现象，特别伫农村，伊讲这伤害真大，政府应该在注意即种的代志，啊，咱卖当看出讲。 伊看到即个现象艰苦，所以伊知影即个农药急中毒的急救比什物拢佫较重要。啊，因为伊的努力，所以会当看出后来我有在讲，有发明出新的药解毒的方式，无共款的农药中毒，无共款的解药啊，佮解救的方式。 啊，就出来啊！以公开回答嘅人，所以无什物特别专利。后来有真济病院就安尼得到帮助，其实著是咱台湾人得到帮助。著有人安尼讲，对一九八三年以来到中华基督教病院上少救活过来嘅人有超过一千人，安尼咱得当感觉真感动哦！即拢是对。 四个边界解救倒当来，啊！伊袂因为安尼的满足哦，即、這個、德阿伦普斯是一个真爱学习进步。伊几那边伫进买机械进口的时阵，啊，就发现讲。 迄个报税啦、海关啦，啊，真侪即种汇款的问题，所以伊就感觉讲，有需要来了解一寡即方面诶知识常识。其实我嘛拄到几耐医生，啊，因感觉定定拄到医疗纠纷，啊，感觉太奇怪，安尼啊去往个较走无落去，毋 <laughs> 是伊诶失策。 安尼嘛，定去互病人吸未到，得甲医生告所以我有拄着几下医生，落尾因感觉讲什物，爱过去读法律，啊，真正毋但是去读法律咯，走去上法律的课，过走去考律师的牌照。啊，因为考着律师的牌照，到落尾在受伤，伊在家己担任做律师替家己辩护。我嘛拄着几下医生是安尼，啊，即个托阿伦。 迫使伊在家己定定伫达病院买新的器械，适应伫咧急救甲家护病房的时阵，定定因为税务的代志、汇款的问题，即、这个进出口，所以伊就搁再用函授的课程，嗯。 澳洲来申请学校去读财务金融即方面嘅课，伊用五年嘅时间参加函授课程，啊嘛可伊完成五年，完成佫得到硕士嘅学位，伊就知影伫财工机器啊报税即方面安怎来做，佫较好势。咱休困者，再佫来继续。 毋但是去研究财务，啊，佮摕到硕士学位，伊嘛通过函授诶课程，嗯，伊诶母校昆士兰大学去学习甚物，学习现代即个资讯，即种资讯诶学业，伊去申请学位啊来写函授课程，啊，伊嘛得到甚物，佫再得到伊诶母校医学院即个母校。 啊，伊伫遐得到即个硕士，伫即个资讯的硕士，啊，然后伊搁在伫澳洲即个纽卡素即个大学，即、這个纽卡素大学伫遐来读一个医学品质研究所的课程，嘛搁在得到硕士学位。所以咱会通看出，有博士学位，也有归纳硕士学位，通讲。 伊毋是要爱即个学位，伊其实得用这个来得要求家己，无停止。伫伊过去学习，伊伫学习新的知识，在物，伊伫得对即个时代伫行。伊讲台安尼，伊诶论文，伊伫伊伫探讨即个医疗诶工作者会当搁较救治，搁较好势。 啊！咱第一当看出讲，伊虽然毋是一个宣教师，确实确实，伊对父母留落来即个基督教信仰迄个基础非常好，所以对人个艰苦就特别无共款个看法。即、這个无共款个看法，就是我开始伫介绍伫讲，伊对家户病房个看法，甲一般个病院就真无共款。 咱若注意在看，一般诶，病院诶挂号病房，早起时有定时间，啊，去便半点钟；下昼时有诶病院，有半点钟；有诶病院，敢若早起时搁暗时下昼时是无开诶；啊，有诶病院是早起下昼阴暗拢有开，但是开号加速入去探，敢若半点钟。伊诶看法。 真无同，伊的看法著是讲，加护病房应该爱鼓励宗教师入去伫内面，因为一个人生命特别结束诶时，迄种心灵诶惊吓甲不安，足需要宗教师伫遐给予帮衬，这是伊真特别的见解。 其实我有拄到一个医学院的教授，伊伫真反对即个宗教师入去伫加护病房，啊是甚至伫病院内底嘛真反对宗教师，伊拢会感觉讲即种买机的病人有真侪宗教师入去拢叫人爱信伊的宗教。啊，我真正有拄到即种的人，啊，我感觉即个就是即个宗教师的素养无够。 宗教师面对即种末期的病人，毋是伫同讲你得来来信什物宗教，譬如讲有一寡牧师若去看到即种末期的病人，啊，这牧师人拢就爱讲你得来信耶稣，你信耶稣会去天堂，啊，这拢是一个错误，对宗教信仰错误的态度。 托普书毋是安尼看，托普书伊在看着，就讲即个宗教书入来，就是要安慰，予即种买期个病人、当兵病病人，伊伫即个心灵惊行个中间，得到啥物？得到激励，还是讲得到疼惜？大部分个病人会惊，这是事实。特别是买期个病人，伊会感觉毋知要安怎。 甚至毋知死去了要去倒位。啊，即、这个时阵，宗教师有帮助，第四得介伊讲，你诶生命会得到神明，还是讲得到你所信诶神会疼惜？无有即个神是无爱人。悔改当来到底伊诶面前，正确诶宗教信仰，拢是伫讲伊所相信诶神明。 而、欸、因为伊知影人侪花会欢喜，伊倒转来，到底伊诶身躯边，应该是用安尼来看。所以咧讲即个伫家户病房，特别伫家户病房，即、这个每期诶病人上主、上需要诶，已经毋是搁再。 敢若互伊药啊，那定，就是需要宗教师伫内底来陪伴伊行世间最后一段路。嘛，因为即个代志，伊有去邀请伫台中一个真要紧对美国来诶一个收入，我捌伫咱诶节目介绍过伊，就是马里拉会诶李安，李安德收入，伊得受着这套阿伦朴泼诶邀请。 啊，去伫中华基督教堂，啊，拢去伫关心甚物家护病房的病人哦，阿、啊、是当病的病人。啊，即嘛是李安德收入，伊伫退休特别当去美国进前，年老特别当去美国进前的时，伊最后讲的话是讲甚物？伊讲伊伫台湾几若十年的时间，上怀念的时刻。 就是伊会当，每礼拜有一日到两日的时间，去伫中华基督教病院家护病房，去服务遐医疗人员、病人及家属。其实伫病院伫工作嘅医疗人员，嘛需要即种宗教心灵嘅疼惜。这嘛是我伫台北核信病院。 伫阿服务十六年久，的一个经验，毋是干若病人家属需要，其实医疗工作者嘛，真需要即种从到心灵的安慰甲鼓励。啊，其实咱嘛会当安尼讲哦，即、呃這个特阿伦博斯有即种的境界，通讲是一个真真好的领导者。 所以才会带中华几多到病院，伫这方面安尼拿来拿救治，啊，发展拿来拿和谐。咱卖当安尼讲哦，伊专门伫研究提供即种的正骨医学甲安全医疗。正骨医学就是我头先伫讲，即、這个农药，你得表明真清楚产品嘅成分。 即个著是证据的一部分，因为有即个成分，递交即种的中毒，啊，即种的中毒有啥物药品会当去解毒，啊，即、这个叫做证据啊，即、这个嘛是叫做啥安全医疗，安全医疗甲证据医学这是分袂开的物件。特伦普斯想互人信服的一项、就是，对讲。 伊无因为伊有赫侪学位的，伫伊个身躯顶也得自我满足啊骄傲无，伊定定定定会甲人做伙分享，啊来听人伫讲，啊来伫问人这是安怎来安怎来，所以伊个语言能力，我头先有讲过，因但是一句代句华语。 伊落尾佫家己去学西班牙语，所以西班牙语对伊来讲非常精通。因为即个缘故，咱的政府落尾就聘伊真多的评鉴医疗品质、医疗品质的一个小组的委员，因为知影伊真要求病院即个医疗的品质，啊，这嘛是。 后来有真侪人真感动，但、就是有一边伊目睭开刀的是，啊，伊在训练护理人员的时，也真趣味。伊开刀啊，伊袂当，伊袂当坐开，啊，趴下伫伫治疗务员迄段时间有两礼拜。 啊！伊讲上课袂使停，逐个拢爱来。啊，人逐个家在讲你目睭无看，伊讲我目睭无看，我喙还会通讲。啊，我嘛会当听到恁的声，所以咧，恁得注意听我要讲的物件。安尼著是讲，伊要开导进程，目睭要开导进程。伊已经将两礼拜教材拢甲伊准备甲真好势啊，然后请遮的学生为。 坐在伊个病床边啊，伊就安尼开始上课啊，这是真感动人。所以洪金珠馆长伊在讲，伫伊个身躯顶，伫托阿伦朴素个身躯顶，规身躯拢是虾物活力、活力啦，吼，真活力的讲，活力真活泼的气力。 伊伫在造就人的工作，伊讲伊是上帝，少数互咱中华上好的一个天使来帮咱咱中华人诶身躯得到永健。啊毋过当大个人在家学乐的时阵，伊就真谦卑讲即个话，伊讲虾米？伊讲。 我不过是将上帝赏赐予我的才能来替每个人做工作，因为我有医生的身份，才会当用医治的方式来应答上帝赏赐的痛在别人的中间。所以你看他说，伊讲我得到上帝赏赐的恩赐，正做一个医生。 上帝给我有只个才能，著、就是为着要来见证上帝听，伫所有个病人个心上，即著是托阿伦医师伫中华基督教病院为着中华地区中部地区个需要帮助个人所做个服务。咱真感谢伊所做个贡献，真多谢汝收看这节目，平安。